折腰你了，折腰你了。阿弟他说就打你，他们就害他们，就把你的表现听无啦，用个拍个电调安尼啦，安就听无啦。那必须得讲有下个千余人的幸福币带加油咱。栽农火把也必须亲近你的羊群，带咱吃吃你的羊。这是跟咱讲啥？叫咱有封闭一点的心啦。讲句个，伊要成熟，伊上惊啥？上惊虫啊叮着。水果惊虫啦，物件惊烂啦，烂虫就生啦，用误腐而重生啦。人惊破病，病也到，也袂到啦。那么，要咱预防这外来者的左右，甲外来一些侵袭呢？咱家己本身爱有内在道理，是迄个坚固心高度。咱来预防外来一些迫害。啊，所以讲老弱病的人，伊是一有机会。那为什么有机会？因为咱的门开开，咱的心门开开，叫外在物件出来。那讲道出道出啦，心门嘛无开哦，道出不入啦。那么那是因为门开，叫外在物件侵入入来，开始破坏着咱家己的道体。当然，你们维护这个道体当中是，也破坏着咱的道观，做咱的道观乱。做遐个生活，伫咧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无一个稳定性。啊，所以讲伊拉跟爱注意，包括过去。能够给做出给用用甚至呢，人讲会散到身边，会呼呼唤物，会无风打到。写过何样呢？明茫难目，画笔是到底是要真相还是假？何必被搞那只搞啊？那走路离土安出来寸，那是讲个天文教物啊！你是讲我是修仙功夫袂歹哦，啊，咱来画哦。修的不能了解，不是介平常，并不是很欢喜了。是咱人好奇好奇，因为心去感动触动，愈来越忙，越忙。所以当你心念起，一念起当中，越忙入，引动着咱内在，使咱的道体、道心动摇。我你家己关心、坚定的心呢，其实说的比善乱。那我们散乱心一起，我们定的功夫就不够了哈、哦。这主人者也造出来。啊，所以因为栽农火把嘛，就共款啊。咱甲过去之前咱讲咯，比如过东边羊、甲西边羊、羚羊有两种，哦，迄种就咱代表去变啊，用个可以。东边羊、甲西边羊，同款时间食草，一边咧食草时间天空奇怪，一边咧羊咧行啊，才变啊。啊，这边啊，慢死蛇，慢慢蛇，慢慢蛇，慢慢蛇，一分钟平均21步，那边平均50几步，速度较快的时间，我一只已经行到头顶，一只羊啊，得到蛇，得到蛇，得到蛇。两边的羊为什么有种个性？边边同款羊，但是无同环境，有种个性。下一个，因为这边有天敌，羊儿、羊群的天敌就是豺狼虎豹。因虽是隐形家己，一面只当中隐形家己，是毋是有外来物件，因就做紧张啊。所以讲预防化走会走，但这边伊无天敌，伊拢着青青菜菜啦，啊着豆豆蛇、豆豆只、豆豆乌，所以无天敌危险，所以因袂介心。所以讲这个当中，并是讲外在一切事，是咱真正只咱方便咱内心的这个。希望以及个共同的心，咱爱活动当下掌控会了。如果是咱家己掌控袂了，咱受一切物件变化，我们心马上转变化。那我们学境界和境界，学环境和环境，哦，所以讲这物件，一年就是一年亲近咱的边啊，咱太受破坏。所以本来讲啊，我说吃了吃了袂歹啊，我来食食食袂歹啊。他为何吃了袂歹，食了袂歹，半途啊都无看人？啊，我修都修30年、50年，修了袂歹啊！我嘛真用功，真拍拼啊！修啊，为何他会定根？修啊，为何变中年人？
这个问题不是都是别人的问题，都是我们内心的问题。修行是自己的心是自己的工作，哦，当然跟别人无关系啦吼。啊，但是重点就是讲，咱家己也到无迄种实力、无迄种境界时阵，咱就是讲啥，都亲近佛堂，都听因佛法啦，都亲近甚至修理尔，其他不做恶事嘛。心能够进入不二法门，我们大道极限前，那是咱修行一种境界啦吼。哦，我好像是我们以前谈啦，好啊。讲个，讲来我过未变成就出关了。其实就是讲我们内心的世界。啊，所以印尼现在人，就是印尼愈亲近人，愈是欺骗者，就是迫害的人，愈要亲近人，愈要欺骗。过去印尼这时间呢，讲得无人犯啦。较早人咧收着钱，微微业业，会使讲较早拢咱一般吼。这种四五天吼，就入到咱佛堂内底啊。啊，出班那时拢是七八点、八九点打出来，人都在咧上晚班咧，唔知啊。啊，即卖咧，若要亲近啊，要咱契合的，来一个度一个，来两个咱度相，有看无？来个门关就好，做好门看好，大声大话，来讲啊，做详细。但是较早来听讲，伊咧食菜吼，无啦。我无咧食菜啦，你讲啊，无啦，我去听，你都唔敢讲，听我唔敢讲。你咧拜拜哦，无啦，我无咧拜拜啦，我是去甲人找人安尼尔，都唔敢讲。因为啥，伊就是惊有足侪种种问题啦。啊，所以就是因为伊阵时代太过个英明，惊讲咱会晓外来一切，唔代讲今仔日咱头先人家讲这个物件，第二点就是伫你身躯边咱来注意啦。这是工业时代规定。